好啦，不要生气啦，我们一起吃。这还差不多，天气终于又晴了，去吃一下早餐吧。真棒，还是皇宫里的。哎，这是什么味道？啊，我们身上臭死了。走走走，赶紧去洗澡。身为公主，居然要在海里洗澡。别啦，你是我爸爸妈妈。我们虽然洗了干净了，可是没有衣服啊。是时候展现我的技术了。小茹，你看我给你做的衣服好看吗？好看，好看。哎，什么时候才能回皇宫呀？我真的不想在岛上待了。好想念父皇母后，未完待续。